备。当当当当，好干嘛？你干嘛？干嘛要躺在地上？因为我绊倒在了你的石榴裙下。哎，你跑什么？过来，过来，让我好好夸夸你，真美。嗯，真的美。哎，你别说了。还害羞啊？没有。真的美。没有，你不要说了。OK。嗯，我要买衣服。哦，我没钱。可是我没有衣服穿了。你不才刚买过吗？才几天呀、啊？那好吧，不买了。冰箱上的500，厕所柜子旁边角落的300。哦，行了行了，为什么我的私房钱你全都知道啊？嗯，我给你买，我给你买，我给你买。等你给我买到过年了。哼，我已经买好了，你看我身上这件就是。你哪里有钱买？我跟你说，我。不用我的私房钱吗？没有，我跟你说，这个我在这里买的都是又便宜又白菜又好看的。在哪里买啊？我去看看。在这里。宝宝、嗯，以后不要穿这样的衣服出门了。为什么？难看。哪里难看？我觉得挺好看的呀。你看看这头发，邋里邋遢。你看看，哎呦，还戴这么大的耳环，哼，真的是。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因为没有没有，才不是呢，就是你，说实话太好看了，刚刚有男生看你，你真讨厌，真烦人，你是个真是个小气的男生，我还不是因为要拍照。从前有座山，山里有个庙，庙里有一个，不要再唱这首歌，你唱这首歌我睡不着。一只羊，两只羊，三只羊，四只羊，耳朵，你不是摸着吗？耳朵。六只羊，七只羊，八只羊，你想让我数到什么时候啊？八只羊，十九只羊。好，来到大海，你都不想喊点什么，或者说点什么愿望吗？都会实现的。什么都可以说吗？当然了。